另类双节棍，锻炼身体更改善心情。轮椅国标舞，舞出坚强还舞出精神。优美柔力球，感悟健康也感悟人生。普通人物的特殊经历，故事各异却同样精彩。中华医药特别节目《我的健康我做主》即将播出。您现在收看的是中华医药。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中华医药特别节目《我的健康我做主》。能够时时为自己的健康做主，那当然好了。但如果遭遇了目前医学水平尚难解决的重大疾病，或者是碰到了无法挽回的生理缺憾，那个时候自己还能够为健康做主吗？不妨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今天节目的几位主人公是如何回答这个问题的。四川省成都市人民公园，众多的双节棍爱好者经常聚集在一起共同练习，看起来真有气势。而其中有位头发花白的老人特别引人注目，虽然他的动作有些慢，可耍起棍来一招一式还真不含糊。他是西南地区，我们现在不是全中，西南地区练双节棍年龄最大的我们的棍友。中国西南地区年龄最大的双节棍友，那他到底多大岁数了呢？多大岁数？83。我63，我是他的学生。我16岁读中专的时候，他教我舞的时候。都不错，都不错。我今年才60岁。2011年，张富斌83岁，而他还是个癌症患者。2007年，他就被确诊患上了晚期前列腺癌。他啥叫前列腺晚期？我问他，转移了就算晚期。不转移，转移了，脚肿，这个盆腔股骨痛，肋骨痛，翻身都困难。当时是那种情况。动手术的医生都约了，这些都安排了，结果他自己坚决不动手术。别别别，关心你高血压，这个为啥子我不愿意动手术啊？也可能癌症的烦恼可能关心病我放到了，以后我腿痛啊，转移那儿，那你要不要放疗一下？我是不放疗，真正转移了也没得用，放疗没得用。癌症到了晚期，都已经转移到多个地方了，可张富斌坚持既不做手术，也不做放化疗，那该怎么办呢？他的癌细胞的这个能量供给是通过前列腺雄性激素。通过他供应他的能量，打针把那个控制，都打针，打针后就降下了。刚从医院出来的时候需要搀着走啊，然后什么过马路啊，马路上走啊，都要把他手搀着。这样的健康状况可真是让孩子们担心，只盼着老人能平平安安的就不错了。可没想到有一天突然听到了出人意料的消息，然后有一天怎么听说他就练双节棍了？我们家人都感到很诧异啊。就是我是加强锻炼，提高那个人的这个本人那个体质，可能还抗拒癌细胞。想要锻炼健身当然是好事情，可是老年人锻炼的方式多种多样。为什么偏偏选中了年轻人爱练的双节棍呢？我打个太极，但是我那个坚持不下去，因为他那个动作太慢了，其他我觉得都不适合。广散步没兴趣。我当时看到有人在耍双节棍，感觉他们年轻时耍起很有活力。张富斌，我的健康我做主。
听说张富斌要练双截棍，亲戚朋友都觉得意外，这哪里是老年人练的项目呢？我拿起钱，我说我耍棍棍了，富斌就够专业，娃儿耍的东，娃儿耍的你也耍，我说我还是耍不得，娃儿耍的我说照样把它耍回。于是张富斌自己买了双截棍开始练习，没人愿意教他，他就在旁边跟着人家比比画画，一个简单的碗花动作就耗费了他不少时间。现在开始一个一个到十个，十个二十，二十到三十，然后他要退回来，哦，隔段时间他又是两个三个，又慢慢的在反复这样的，我学习现在就不得掉了，基本上不掉。这个动作练了多久啊？恐怕一年到半年到一年。可练双截棍需要手脚配合，动作敏捷，这些年轻人在快节奏音乐的陪衬下练得生龙活虎，年过八旬又是癌症晚期的张富斌怎么可能跟得上呢？因为他就比如脚飞弹起来呀，啥子悬空呢，这些都不行。说过在他们练的时候啊，有时候比较孤独的。但是很快，张富斌也找到了自己的路子，戴上耳机，照样练得津津有味。因为我平时练得喜欢跳舞噻，我得配合那个舞蹈，然后把舞蹈加起。原来张富斌让孩子买来播放器，找一些自己喜欢的歌，像原来跳舞那样跟着音乐走。歌曲这么多，自己的选择也很多。音乐放大，听摇滚有快的慢的噻，对不对？像天龙的歌曲就是慢的。突然唱起来以后啊，我的名字好像在月亮之上嘛，我那个就稍微那么快点儿，接着。我在仰望月亮之上，有多少梦想在自由的飞翔，昨天遗忘了，风干了忧伤，我要和你重逢在那苍茫的路上，生命一杯酒饮。其他歌曲一样，我们刘三姐啊，就是宋军那些歌啊，比如说宋军说月儿呀过河，哪个来推我？我说我来推你噻，我这儿我就玩起滚滚来了噻，就是那么回事。就是音乐对这个身心呐，比光的那个双截棍可能效果要增加十倍。这音乐一加上，老人练起双截棍是更加投入了，一个人也能练得不亦乐乎，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棍法。甚至在那种环境当中，病痛忘掉了，基本上没感觉我是病人了。我叫做音乐舞蹈是健身双截棍。每天这样跟着音乐练来练去，快慢结合，收放自如，老人也没注意自己的身体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生了变化。刚出院时走路都要人扶，现在可大不一样了。哎，身体慢慢的他就觉得痛，好像痛也不痛了，体力好像也加强了。我跟他一起去坐公交车嘛，他跟我走就走的，基本上走很长一段时间他就不喘气，而且上公交车他比我还挤得快一点。你就像沿着我一样蹬不下去噻，没有现在。原来不行，原来这儿都往后倒噻，我现在就行了。
没得问题。甚至我也会围到圈转360多，就是我在屋头转大圈圈，转过来。我孙女说：“爷爷，你18岁啊？”感到自己很高兴。越练越起劲的张富斌老人，如今不只是在家练，更喜欢到人多的地方去练。而这其中的原因说出来，让我们觉得这不像个80多岁的老人，倒更像是个孩子。我们双节棍一练，耍周围围了一圈圈，这里表演之后，别人说哎，大爷可以，我的精神更大了，他对我是一种鼓舞啊。这种鼓舞力量相当大，哎，大爷可以。然后特别是他自己回来还讲啊，自己还兴致勃勃的讲，有些人很热心的给他拍艺术照片啊，那个双节棍的造型啊，哎，我们就觉得很有型的啊。看看这照片上的张富斌，哪里像83岁的老人呢？2010年初，他还参加了四川省第二届双节棍比赛，上了报纸。虽说参加的只是表演赛，但已经足以让人惊叹。我练双节棍之后，我们单位进行体检，体检之后呢，因为我没说，一照片之后，哎，大爷，你这有点问题啊。我说啥子问题嘛？他说我通知你嘛，通知喊我去了，我这去。我说那个地方是，我说我原来癌症转移到那儿，他那个地方已经纤维化了，应该是对生命没得威胁。说这样我就高兴了噻。但是他也没想过练这个能把自己的病练好，但是他想的是就是练高兴了，病能好，那就自然变好了。我别头说，哎，让人出现奇迹哦！我说算啥奇迹？哦，没想到一个事情。晨练的人群中，有人能认出张富斌老人，老人也特别乐意教他们一些简单的动作，但他更愿意跟那些年轻人一起练习。他说，那感觉绝对不一样。我的最大的收获是在那个群体当中去。都是一10几岁啊20岁，我觉得他们有活力。我去之后，我就精神一下发生变了，自己感觉年轻好多。我觉得我们呀，不是建议大家都去练双节棍，因为这项运动如果没有专业人士的指导啊，还是有一些危险性的。我们更不是要大家和张福斌一样得了癌症不去手术，也不接受放化疗，因为有些治疗总是必须的。张福斌的故事啊，只是告诉大家，疾病或许是个打击，但是不要忘了寻找健康的可能，寻找快乐的可能。乐观的情绪，积极的态度，很多时候本身就是治病的良药。好了，中华医药特别节目《我的健康我做主》，接下来的故事更精彩。另类双节棍，锻炼身体，更改善心情。轮椅国标舞，舞出坚强，还舞出精神。优美柔力球，感悟健康，也感悟人生。普通人物的特殊经历，故事各异，却同样精彩。中华医药特别节目《我的健康我做主》正在播出。您现在收看的是中华医药。
山西女孩陈思是一位特殊的舞者，她虽然只能坐在轮椅上跳舞，却还要每天清洗自己的双脚。其实这个每天都要来清洗这个家具吗？对啊，每天都得洗，完了每天还要擦擦，因为他们出汗嘛，一天以后他出汗，所以有时得擦一擦，每天都擦。这个工序是不是很繁琐的？程序是多一点的，不过也不麻烦，我就把它当脚洗了，无所谓。其实它也就是我的脚。这副假肢替代的曾经是两条灵巧的腿，凭借它们，陈思五岁就开始学习民族舞，并且一直跳到12岁，是老师眼里的好苗子。啊，每天回去都是蹦蹦跳跳的，一天不跳我就觉得浑身别扭，而且一听音乐就感觉浑身的细胞都在跳舞。我说最大的梦想就是长大可以当一个舞蹈家。可以当一个就像杨丽萍老师一样那样的舞蹈家。然而，一切却在2000年3月3日改变了。那天下午，姥姥接陈思放学，经过一个无人看守的铁道口时，发生了意外。当时我妈妈的迷了，就剩下我家姑娘，我家姑娘，我过去一看，那个两条腿，那个一条腿吧，就在一边扔的。就在一边压着就放一边了，嗯，那一条腿吧是虽然是整的了，但是就是那个火车轱辘嘛哈，一年就和咱们擀面似的，擀在那扁的了，碎的了。姥姥身亡，陈思被紧急送往医院，左腿膝盖以下以及整条右腿被截肢，那一刻所有的梦想戛然而止。那3个月我都是不能起床，就动都不能动。当时换药都是人们把我慢慢的平移到旁边的那样的感觉，就是那样的。但是每天就是就疼，我还是忍不住就想哭。那是我第一次感觉到真正体会到什么是心疼。如果要是能行的话，我就好像把我腿给也行。那个感觉真的什么的。说不出来的那种感觉。事故发生之后，母女俩对舞蹈两个字讳莫如深。照片上曾经边下叉边弹琴的陈思，从此却再也开心不起来。出院后，他首先不能接受的就是轮椅。因为我怕走到外边，我会怕别人说我，我会怕，我怕他们会用异样的眼光去看我，去议论我。谁让他做他就不做，宁可走自己走，他不做。为了能看上去和健全人一样，休养一年后重回校园的陈思，每天就依靠着假肢和双拐去上学。然而，无论他怎样努力，有些现实却依然随时提醒着他。我就总觉得比别人低一等，穿衣服人家能穿的你不能穿，穿鞋人家能穿的你也不能穿，人家能做的你不能做，人家能做你只能坐那儿看。从舞蹈苗子到一级伤残，身体上的改变，心理上的落差，生活上的艰难，陈思承受到2007年，中专毕业后他求职失败，从此便无奈地待在家里。他说最起码你不管你能不能干什么，你要去争取。我说我争取有用吗？我说我已经成为这样了，我出去有人用我吗？我吵吵的就，我以为他吓唬我，拿起那个呢，就是这么长那个呢削铅笔那个刀，小刀，就割了。照着手腕上就割了3下，当时那个血哗就流出来了，他当时就已经愣住了。脱离危险之后，19岁的陈思越来越忧郁，几乎已经放弃了所有的梦想。但没想到，有些事情仿佛是缘分，躲都躲不掉。
残联理事长打电话给我，就跟我说是思思啊，咱们这个中国要上一个这个残疾人的竞技体育项目，想让你去参加，是什么样的这个项目呢？他说呀是这个轮椅舞蹈。我当时一听舞蹈，我直接就愣了，真的就愣在那了。然后我说轮椅舞蹈。沉思，我的健康我做主。轮椅国标舞是由一名健全舞者和一名残疾舞者搭档来跳的。陈思没想到再次有机会继续梦想的时候，却是坐在轮椅上。当时我看他们跳的时候，其实心里还是挺不是滋味的，挺不是滋味的，因为觉得当时想的就是，如果不出事儿，我也可以这样，我甚至可以跳得比他们还好。但是想一想，那只是一种想法，就想一想以后再想，我现在这样的，我能跳舞已经很不错了。就对于我来说，只要能跳舞就是好的。由于有过良好的基础，陈思成为中国第一批轮椅舞蹈队员。也许是因为特殊的经历，终于开始接受轮椅的他，迸发出了别人难以理解的力量。就一个旋转的动作，他的舞伴拿一个那个迷你在那儿听，根本连看都没看他，他就在那对着他唰唰唰唰一圈一圈的就在那儿那样练。我这每天胳膊都是酸疼酸疼的，完了拿那个筷子，完了手还在那哆嗦哆嗦哆嗦，完了那筷子也就是砰砰就掉了。尽管有过专业民族舞的底子，但真想跳好轮椅上的舞蹈却是另外一回事。陈思把自己练习的过程编进了后来的舞蹈中，看上去那是一段轻松欢快的经历，但事实上谈何容易。把一个手你放到洗脸盆里头或者水池子里头泡上一两个小时以后，你拿出来手是什么样的，他的腿就是什么样的，就是表皮都已经敷弄了，就经常会把这个残肢那一块都磨破了。每天反正那个时候天天我都得拿着药，拿着碘伏，拿着棉棒，每天晚上都得处理。那种当时看到的场面，就是他的那个皮，你恨不得你拿手指这样一抠，就能一块一块能给它抠掉的时候。在这支舞蹈的高潮段落中，陈思和舞伴编排了一组连续30多圈旋转的高难度动作。此时的陈思面带笑容，然而当年练习的时候，那是一种完全相反的表情。谁跟他说话，或者是他的舞伴带他练舞的时候，他永远是这样一个表情，就是这样。后来我给他起外号，我说叫他冷面杀手。就是在跳舞的时候，我几乎就是什么都不去想，就在那个时候满脑子都是跳舞，满脑子都是旋律，满脑子都是舞蹈动作。其实那个时候我都是在发泄这么多年我对舞蹈压抑的一种情绪，因为我不能再跳了嘛，我一直都压着，现在我能重新跳了，我就把这种情绪全部都释放出来。3个月的高强度集训后，陈思作为队中的佼佼者舞上了更广阔的舞台。2009年3月21日，在北京残奥管理中心的国际轮椅舞蹈公开赛上，陈思和其他7队选手代表中国队参赛，而凭借良好的舞蹈表现力和稳定发挥，他和舞伴成为唯一晋级日本东京总决赛的中国选手。2009年12月5日，陈思和舞伴孙浩在日本东京拿到了第3届世界轮椅舞蹈大赛拉丁1级组的冠军。完了，这个就是我们第一名单独照的那个照片了。旁边是斯本老师，完了我们身上穿的衣服就是现在这件，中国的队服，完了上面还有国旗，完了后面还有 China， 特别就感觉当时特别自豪，特别兴奋。这回来就有说有笑了，他感觉到他自己好像就找到了一个点儿了。在有关部门的帮助下，陈思在当地的街道办事处供职，他的生活又恢复了往日的丰富多彩，跳舞、弹琴、开博客，
像12岁以前那样快乐。现在的他还准备把轮椅舞蹈推广起来，正筹备组建太原第一支轮椅舞蹈队，目前已经有2位学生。是想要更多的残疾人来参与其中，因为我知道轮椅舞蹈这个项目是特别好的，我自己也是特别最重要的一个受益的一个人，受益人，所以我觉得我想让更多的残疾人参与进来。2011年8月，在北京东城区残联的排练厅，陈思来看望当年的队友，在这里我们见到了更多的残疾舞者，每个人脸上都洋溢着自信。从站着跳到坐着舞，改变的是舞蹈方式，更是他们对生活的态度。如果我要是一直都沉浸在以前，我当时我都在想我用双腿跳舞是怎么样的，我能做什么样的优美的动作，我能做什么样高难度的动作，如果我一直去想这些的话，那我就没有办法完成轮椅舞蹈，我是一直活在过去的。但是就是怎么说呢，其实什么样的生活都是在自己选择一念之间，并不是说是生活是给你是什么样的就是什么样的。有研究表明说，意外致残所造成的心理的打击远远大于生理上带来的伤害。很多人即便生理康复取得了很多好的成绩，但也会因为心理上的问题而郁郁寡欢。所以残疾人的生理康复和心理康复啊是并重的。陈思的故事让我想到了两句话，一句是只要你勇敢地说出再见，生活一定会赐予你一个新的开始，另一句是只要心灵上没有残疾，就不会有人是真正的残疾者。好了，中华医药特别节目我的健康我做主，请继续收看。另类双节棍，锻炼身体更改善心情。轮椅国标舞，舞出坚强还舞出精神。优美柔力球，感悟健康也感悟人生。普通人物的特殊经历，故事各异却同样精彩。中华医药特别节目我的健康我做主正在播出。北京天坛公园每天都会有很多锻炼的人，而这当中有一位，每次只要他玩起来总会引起大家的围观。您看拍子上的小球随时可能会掉下来，可身体却还要连续做出各种动作。不光说在这个身法上，包括它的柔软性都能达到真正的那种专业那种舞蹈的动作。这位受人尊敬的老师名叫高仁杰，看他的表演还真是有几分专业演员的架势。他用着太极柔力球的器具，但一招一式又像是在跳舞，无论如何闪转腾挪，那颗小球在他手上却始终就像涂了胶水一样稳稳地粘在上面。难怪每次只要他一挥动球拍，总是招来喝彩声。特别的优美，就是那种把舞蹈的风，然后把柔力球的响，就是里面的技术就结合的特别紧密，然后感觉就行云流水，一片过去了，特别优美的那种。其实高仁杰并不是专业演员，甚至都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普通人。2004年，他被诊断出晚期膀胱癌，保守治疗无效。当年也是在女儿的生日之后，他被推上了手术台。当时在场的人全哭了，全哭了，因为知道他这个手术以后可能对他今后的这个生活质量啊，以及呢还有一些联想，因为当时是说他是癌症3期了嘛。这个刀口呢是做的膀胱再造，膀胱切除以后用回肠代替做的膀胱手术，它是北京医院最大的破坏性手术。这台堪称破坏性的手术切除了他的全部膀胱以及整个内生殖系统，而他现在所谓的膀胱是用回肠再造的，这道仅40公分的刀口
就是当时留下的。手术保住了他的生命，可也给他留下了伴随终身的痛苦。尿马路我不会有感觉，不会像咱们正常人这肚子胀啊，有那个憋的感觉，我没会不会有的。只有这个尿呢，在那膀胱里头呢，那个假膀胱里头哈，它满了，开始往尿道涌那一刹那，我才知道我现在膀胱里有尿了。在他家的阳台，我们发现了整齐晾晒着的很多条毛巾，然而它们发挥的并不是常规的作用。因为没有正常的排尿感，这成了高仁杰直到现在每天依然要准备的必需品。晚上睡觉的，你比如垫毛巾、厚毛巾，这个垫的这个部位哈，防止它万一那什么呢？你有时候要劳累要睡沉了的话，你有的时候你不知道，你有时候就容易击鼓出来了。然而，相对于癌症的威胁，这些后遗症状还不是关键。手术后的放化疗以及接踵而至的情况几乎让人喘不过气来。一个肾也萎缩了啊，肌酐哪什么这个血的指标好多项不正常，我觉得就好像哎，这么治疗怎么它应该有点作用吧。本来心情刚也好一点，淋巴又出来。2005年做的是切除，2006年又转移到髂骨，2007年又转到肺。我这个刀口呢是做的肺切除手术，这刀口呢做的是那个胆囊摘除。从2004年到2008年，短短4年间，癌细胞先后在他体内出现2次转移。高仁杰共进行了3次手术，切除了膀胱、胆囊、半侧的肺叶，并且只剩下了一个肾脏。反正当时也是挺苦恼的，挺这心情也是。后来呢，就我也提过就不治了。高仁杰，我的健康我做主。除了在天坛和大伙切磋球技，高仁杰还会定期编创新动作。8岁就学习民族舞的他，一直对舞蹈有着特殊的热情。手术后接触太极柔力球之后，这几乎成了他生活的全部。他自己编动作，有时候晚上躺在床上睡觉了，忽然想起一个动作，他能做起来。好几次夜里吓我爱人和孩子们一跳，说你这干嘛呢？以为怎么了呢？你看黑着灯，对吧？我那手在那儿那么躺着那么比划。这段视频拍摄于2007年。画面上正在队伍中间领舞的便是高仁杰，当时他还在接受癌症淋巴转移后的治疗，身体十分虚弱，但可以看得出来他相当投入。我当时就简直感觉这心脏吧就要出来了，而且那两个腿已经支撑不住了。据我们后来有好多人从那儿过来说，当时你的脸色都不对了。在这种情况下，我呢就到边上坐那个靠的树上休息呢，但重力还在别人的球上。等一看别人的那个动作或者有出现什么问题以后吧，我这又忘了，又跑过去了。多年来，高仁杰独创的太极柔力球玩法吸引了很多人。这些融合了舞蹈特点的动作，甚至还形成了他独树一帜的风格。而因为玩的特殊，每天更是有很多人前来慕名求教。今天上午都在教我们，要对一个您说他有什么身体不适，大家真的不敢相信，因为他比我们的运动量上午一个上午都没有运动量了。高仁杰不但自己跳，还义务担任着一家社区舞蹈队的教练，每周四上午都会去给大家指导排练。你要从外观看，谁看不出来？咱们走大街上一走，你哪知道他做了6次手术啊？谁也不知道，缺这个少那个的都。高仁杰身上似乎有用不尽的力量，而他的精神状态和当年相比更是判若两人。但是只要你注意，
就依然能够知道眼前的这个男人曾经和正在经历着怎样的痛苦。在知道排练的间歇，我们的记者注意到了一个细节，他奇怪的坐姿。我一般的坐的都是也喜欢的，就是如这个这点让它空的，假如就是要有椅子呢，坐两个椅子中间空，要没有呢可以垫两个垫，或者再没有呢就是必须得往后躺着，不能让这点沾，让那个臀部的后部分沾。如果要坐时间长以后，起来以后呢，就腹股沟里吧，就是有胀痛的感觉，同时呢时间长了排不出尿。怎么坐下来都是他每天要注意的问题。然而即便是正确采用了坐姿，膀胱癌手术后以前再正常不过的排尿对他来说也是巨大的困难。必须蹲着才能排尿，但是蹲着排尿还不能够一次性排完，蹲下以后要有辅助性动作挤压，因为他那个没有膀胱，他那种膀胱的收缩功能已经不存在了，对吧？这样呢只有靠外界给他的一定压力帮助他往外排。我最多的时候手术完了以后，最多一宿从躺下到第二天起来整起过十次液，而每次排尿的时间也怎么也得十几分钟吧，十几分钟。那些让他当年悲观的现实依然存在于高仁杰的生活中，并且他每天都要面对很多次等等等等，这些都随时告诉我，我是个病人，是一个不正常的人，就是和正常人相比较。那么如果我不能够正确对待他，把他看成了负担了，那我肯定就是情绪低落，永远是受这些的影响。我们无法描述高仁杰面对癌症时的复杂心理，但毫无疑问，如何与疾病做一次正面对视，对于当时还十分悲观的他来说肯定是十分艰难。这个病啊，说白了就是，你比如到我现在状况比较好啊，那你没准你明天一查你又转移了，或者又出现扩散了，这个不可预测的，对不对？谁也不能说排除保证不会有的。那么我当时就想呢，我既然已经是这样了，那我就要高高兴兴欢欢乐乐的过好每一天，对吧？我绝对不会在痛苦，就是那个心情压抑、心情沉闷中结束我的生命。原来高仁杰之所以那么投入的独创舞蹈柔力球，除了喜爱，更重要的原因是在接受癌症的挑战。病魔让人悲观，我就用快乐对抗，这并不是消极的适应，而是积极的争取。舞蹈柔力球让他暂时忘记癌症的纠缠，也见证了他努力的过程。我做肺手术第九天我开始出来，他不是说像人家说的，哎啊，他也挺坚强的，手术第九天捂着刀口就过来了，这是一句话，但是实际你所忍受的东西我自己也非常清楚。如今的高仁杰在癌症的威胁下度过了七个春秋，几乎每一次术后的身体康复，舞蹈柔力球的锻炼都功不可没，而且除了舞蹈，他能做的事情越来越多。我不是唱遍了舞蹈吗？从音乐呢，再学着啊，再去做剪辑，自己把音乐写为舞蹈配曲。这是一个。另外我们你看编了舞蹈以后，服装吧也是就是自己设计完了自己动手去做哈，这个呢都是整个这个呢都是我缝制的镶上去的哈，后面你看缝的这些这个腰带呢是我们用那个什么呀，用那个就是我原来照的 CT 的片子，用这种片子给它连接起来，外头呢做一个那个这个袋子哈，把这个呢往里穿，然后听这个也是啊。我们在高仁杰家中随处可见一些充满生活气息的装饰设计，
而这些无一例外的都是出自高仁杰之手，而且都是在他生病以后才学会的。我痛苦的生活不仅给我造成了思想负担、心情的压那个沉重，同时也必然影响别人。如果我要高高兴兴的起来一条横的过好每天，这就两条线出来，而且对我自己有益，同时我相信也能够让家人还有周围的人对我的担心而释怀。如今的高仁杰过了癌症病人术后的五年康复大关，抗癌之路已经迈出了重要一步，但他也知道自己要走的路依然很长。你要想快乐，随时能够快乐；那么你想痛苦，你随时能够痛苦。人的痛苦与快乐，有的时候不是决定于客观，决定于主观。常常听人说，死生由命，富贵在天。但是高仁杰也让我想到了另一句话：你不能决定生命的长度，但是你可以控制它的宽度。面对突如其来的疾病，面对无可挽回的生理缺憾，无论是张福斌、陈思还是高仁杰，他们都用实际行动回答说，我的健康我做主，只要争取总有可能。好了，观众朋友，本期节目到这儿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别忘了中华医药牵挂您的健康，下周见。